家可以注意一下，现在如果看一下表述的话，十加速五油，哇，瞬间就到七十，非常的顺利。这台车完全的颠覆大家以前对电动车的刻板印象，大家觉得说电动车它就是慢，它就是不快的，然后呢就适合婆婆妈妈骑的。可是当你骑过 GoGo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台车的设计其实跟以前的方向完全不一样，它呢前后50:50的完美接种，停车铝合金打造，当心真的是一等一的好。前面的避震呢是属于单避震，我们而且是属于倒叉。哦，那后面呢是四连杆的，多连杆式避震器，几乎是用重车级的配备来打造这台车。那铝合金车架呢，因为它是用航太级的铝合金，车身非常轻盈，相信非常的好。至少在我们试骑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它的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这台车刚性不